嗨，大家好，我是依依，欢迎来到频道。今天是拜三，我来到了马来西亚搞朋友，耶！好，就是看我们今天会怎么玩马来西亚半天游，半天游。好 ，Let's go。我很多人想买落地玻璃，为什么？我来了好多人修，包房子一件卖的什么的，这种旧来说，可是这边比较便宜。可以啦，夏天比较便宜啦。啊，不过你今天我吃不饱吗？下地啦。啊。这边就 KFC 啊。对，不能直下去。KFC， 好像在马来西亚吃 KFC 的感觉。KFC 菜，然后可以打包进去。可以啊，可以打包一个。这还是啊？为什么？走 10 minutes 吧。我下去西丽斯克，然后走那边过去。要买水。啊，I think 那边有 7-Eleven。哦，这边有 7-Eleven。如果还开的话了。要。你家的？下午记得有没有把水去？没有去那边。啊，那边我懂，那边有代收，要不可以去那边，太老不得的。最近新加坡代收他们有出一个是 vacuum bag， 就是很放来。normal vacuum bag 是放东西的，你要有一个 vacuum 机来吸那个水，就不行。它的后面呢？是 allow you to compress and cool， 把这个会要好紧哦。然后等你可以慢慢的我出来就好紧，对，就这样。OK， 好，那就 OK 了，就你都是比较那边的出来。Yeah， correct。Super traveling 啊 ，Super traveling， 啊，都慢慢应该啊。了解。以前这是三月来分的，呀，我来表演，给大家找找酒杯，找酒杯，哇，很凉，耶，我终于到了新地区，等下我找一个地方躲分，我先下楼。那你可以买新的衣服哦。我上捐地之后，我朋友是上去捐地买新的衣服。我学姐进来了。哦。你要喝什么罐的水？喝这种水。我都 OK。看你。衣服我可以用去年的 Super Brand 哦。哦。那我一年穿一次吗？就 OK 啦。Jam Jam Jam。第一次在我的沙嘞。
很多。比较做艺术品的感觉啊，这个阿迪法提。这是船吗？看起来就是海浪。海浪啊，它没有写的写错。要hopefully晚上会比较漂亮啦。希望啊。嗯。好，这边是 City Square。好像很多西多哎，都坏了坏了，啊这个，哎这边很多鱼哎，刚逼，这是来泡脚的吗？咖喱核桃啊，我很多人在等我，你说开头，希望可以喝到它。好，我们可以再来，等一个一个 explore。好，你不吃辣？要，等一下你吃别的东西啊。反正今天天气很好。我等一下，我等一下。这个人要打咖喱粉。哪里？哦，羊好哦。那以后被跳过去？哇，跳过去是鸡鸡哦。哎，这是 freedom 还是什么？这是 freedom。freedom。他头也是刚好。啊，这边都妈妈笑呗。好，现在我们要去排队买 banana cake。Yes， 听说是很好吃的，所以我没有吃过。我也没吃过，我没有吃过。我摔过，那边真的很好吃啊。哎，可是它比赛 banana cake 还有一个什么 cake 啊？我看到 coffee cake， 还是什么？咖啡版，应该咖啡版。很多人比较吃 banana， 因为 freshly baked。哦，所以我会买那个进来进来吃。我真是没有吃过，所以真的很好吃。我摔过一次两次啊，不错啦。OK，所以你来这边你还要看什么的吗？有什么 expectation 吗？对不对？三年第一次 ，I think no expectation 啊，把就是当做一个 fresh tourist 进去吧。OK， 我们顺便看你的印象啦，以前有什么店有开没开的？我这边是没有走过，哇，这边很多人呢，为什么？还没吃什么？你们看到那边？三九呀，好多人排队。幺啊，等下我们买了那个 gate 后，我们就要去吃他的那个，那幺王。鸭王是吧？对，就是人家鸭王是在他旁边附近，所以鸭王要去吃鸭饭，他们讲是很好吃的，所以我也没有吃过，我们就去试看。那个，我是真的没吃过。好，这样我们就好，我们等一下见吧。Let's go。你要古色古香的店，呀。是可以啊，哪个吗？也没有人呢。我知道。对，耶，没有人，我是来接。你要买吗？你会买吗？嗯，可以买的话，你要买这个。我买 butter cake 还有 banana cake 吗？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咯。那可以吃。
banana cake。其实我们要把 butter cake 的，只是说只有早上有而已。对，我们很幸运的，最后五个，最后五个我买到了。一旦我们要等多久？20分钟，二十分钟。好，现在我们就吃我们的午餐，我们要去吃最好吃的鸡扒。鸡扒，好 ，Let's go。看离得蛮远的，九霄哦，看到了，来 ，IT Room Cafe， 哎，很多人呢。我叫谁来过来吗？啊，我叫。OK， 这个他 self declare the best chicken chop in town 啊。Let's go, let's go。我看起来很多人 ，Hopefully 里面有 aircon， 有得坐。跟上这儿的哇，这边还有，你看起来不错，还比车好。我吃鸡跟炒 with 2 egg， 哎，鸡跟炒都两粒鸡蛋，两粒鸡蛋有点太夸张了吧，会不会哪一点啊？你说到手里没有吗？OK， 这样可以，好，我就试试看。对啊，这边可以啊。对。哦，这边可以喝水。你要喝什么？Red pepper。嗯。所以我要肉比尔。肉吧。呀，对，肉比尔粉。来，你 try 一个，那我也 try 一个。对，它真的是软软的嘞，那你觉得好吃吗？它的香蕉味很浓。嗯，对。对，它都是，它发芽皮是硬的，是 crispy， 是 crispy 的，对，里面软软的。它是 fluffy 的。呀，里面是 fluffy fluffy 的。对。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是可以买的，它真的是上面硬硬，然后里面还是咖啡，而且不会弄你要煮出来很干。对，它不会很干，这个不会很干。现在好像没有卖到这种东西哦。以前那有时候你吃蛋糕啊，吃一两口就行。对，当然需要喝很多水，各种用的。这个推荐一定要买，来这边一定要买这个。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哎。你看我们吃肉饼，对啊，哇！你看它的鸡肉真的很大块，然后它的蛋是两粒的，然后薯条，我觉得这应该就会吃得很饱。幸好今天我们有煮锅，算过冬季，不然我的 S 带量不够。它的肉是很厚的嘞，不是薄薄的嘞。然后它的肉是很脆。OK， 我的就是炸的，就是烘烤啊，它是烘烤的，炭烤的，热的。那我的是炸的，它这个皮真的很脆，咬起来就是蛮好吃的。它的口感，推荐一定要来。这个的对面
就是那 famous 的 bakery， 我们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Let's go。别在这去。你看看。咖呀 ，potato， 呀。你要买吗？Can I have one potato? This one is potato or sardine? Oh, okay, can I have one have this? And this one give me two also. Half an hour, okay, okay, I can try. Okay, I'll try. Okay, I'll try. Okay, I'll try. GG is not the rule. 好，现在我们吃饱饱了，我们现在去走走。这个地方应该是比较少新加坡会去的了，我们现在去动物园看动物。这是他介绍的，我也不懂为什么还要去动物园。哎，吃饱饱就 exercise 一下嘛。好，我们去看这边的Johor的动物有什么，有什么不同的，跟新加坡有什么不同的 ？Let's go。OK。他等你嘞，他有你摔坐车。对喽。这个应该是一个 attraction 来的。呀。你看前面做的这么美，也可能。耶，我们要到动物园了。我要去 KL， 要去 KL， 这走很远。这是什么？很像是猪哎。Animal head of fish， 我还有一个 deer。OK OK， 我们到动物园，回到动物园了。Let's go Let's go。天气啦，不急。好，我们要到动物园了。可是我不懂动物园有没有开啊 ？Hopefully 动物园有开啊。没有开我们就GG啊。没有开我们就先跳过去啊。我们就 gap 去别的地方了。我们就带个 shopping 啊。是的。好 ，Let's go to 动物园。那你就摸三组多人的，发什么啦？来这边，怎么样？因为里面没有人。真的在怀疑动物园有没有开哎，没有人的哎。我们看多少钱？就是两块钱的。啊。是那个不要好多好多那个。哦，那个要关的哈。我现在在抽筋。哦。动物园关。你懂。我的动物园。好了，我没有 check 啊，这是我的错，我没有 check 的。我的动物园没有开，我要疯了。好，这样我们就去别的地方了。现在就去 KSL， 因为入关很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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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觉得现在就还好吧，好，可能就要那个，好，要不就是了，好了 ，Go。
收割，你们应该没有看到收割了吧？Christmas 跟 New Year 太靠近了啦，新年啊，嗯，过年啊，对啊，啊，不只是这样吗？这个，嗯，买香水啊！说。淡淡长得大，超大。
很大份。这个比较像白色的。可以吃蛮多东西的，看有买东西吗？这样放在这一次好了，反正要投票有的人。这样，我觉得这边真的很好逛，这边比来说好逛好好多。所以大家就不要去来说，看我这个督导的手，啊，督主拜倒的手，超好逛。外头的时候，我们在买，在那边买菜，我们来种出来看，我们可以有成功吗？你看这边2块钱就这么好玩，还有大家，cherry tomato， cucumber， 然后还有西瓜，我不要买西瓜，我帮我种得起来吗？我买 watermelon， watermelon。这间店真的很大间，比的我觉得比来说还好，来去买，要去买东西的很多，再看看我们会买什么东西。你是来说买的这边？呀，对。local food， 应该关了啦。哈哈，有人在里面。啊，对，我觉得很危险。Instagram friendly 哦。
要走上去啊，看看。不要逼我走上去。到现在没开耶，呀，都这里灌到我空了。因为我就回到新加坡了，就不回家了。还是晚上10:20，然后最好笑的是，刚才我们这边讲，有两个安哥跟我们一直聊天，一个是去的时候，一个是回来的时候。我们是有 friendly face 吗？对不对？对。安哥跟我们聊很久哎，夸张哎，安哥聊很久哎。第一个聊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啊，因为我们的 queue for immigration 吗？对，而且他问我们新卡的问题，讲什么？专心看了还是什么方法？然后刚才那个安哥，另外一个回来安哥是跟我聊什么？我们去哪里玩？我买了东西。然后他在CBC 在做什么？应该是有一个很好聊的人。我们以后可以做那种Auntie Annie 那种没有？诉苦可以来找我们那种。耶、yeah ！好，我们今天的 video 就到。好，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拜拜，下个星期见，拜拜。